元宝剑，还得问问我黑大爷愿不愿意。我管你今天愿不愿意，这新元宝剑我拿定了。住手！你再伸手，就别怪我飞鸿机器人不客气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。小小魔法，去！是牛铃机器人，没错。你练这个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对付你啊！对付我，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。嘿，你先去救星元宝剑，至于你，我来对付。好，看招！嘿，再来，再来就再来！嘿，小小，你拔出来没有？马上就拔出来了！小小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就拔出来了！我快坚持不住了！我不会让你把它拔出来的。不是吧，你还真的